阮庙出的时间是伫个旧年过年前，爱伫到今年的八月二三啊，伫火安做。我与庙起好搞正，阮那三十几栋啊，我正正就是因为有漏水啊，有啥会种种原因，才来决定要来翻修安尼。我早前伫阮中央宫当成立的时阵，阮是拜华王文英殿的开基三官地，做伊个文书官的。阮庙起好的时阵是请华王文英殿的开基三官地来给阮打庙地，我所以有这段的恩怨，所以阮若固定时间，阮拢会倒去华王，进香安尼。土地殿，迄是阮开始为灵王第一神像的祖庙，我所以就讲一定爱家去。Thank you.
接面，压接面后了，我先叫一个行军包套的了啊。李勇，你看来处理一下对面。压杀！即个安尼翻庙，我翻庙的时间差不多伫个一点八个月，我直接我代表阮庙方，我甲所有甲阮斗相共个，我不管是各位神神，还是所有的单位，我才做一个感谢安尼。我翻庙，咱唔敢讲，咱都真正翻甲有一百分，我唔过咱至少咱对神神，还佮咱遮所有的信徒，是会当做一个交代，再次感谢。